行，你会游泳吗？不会啊。买个救生圈吧。干嘛？明天就去游泳啊？我怕你明天会坠入爱河。周芳，周芳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是堵车吗？你这在家干嘛呢？你要把房子给我点了吗？你别吵，别吵。那不开烟机啊？我忘了。小迪没熏到吧？小迪，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我本来打算带着他跟洛洛一起出去玩，洛洛不给面，所以小迪就回我妈家过周末了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做点特别的菜，搞成这样，我还不如点外卖呢。你这个做的是什么呀？肉啊。肉啊，还真是看不出来呢。